大家好，我叫钱少勇，本来中文名字是汤雨欣，我是北京科斯坦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学生，也是艺术班的学生。我学习书法已经一年多了，我非常喜欢中国书法。当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我来书法教室写书法，然后我很开心。我写的是笔方上有荣光在，贺许北唐少年心，送给大家。尽管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事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，我们应该努力前行，克服困难，相信我们的未来已经很美好。